碰撞完以后呢，还是可以保持非常好的一个重心。那这一球可以看到，即便对方拉了手，身体做了推挤，但是他有办法保持一定的重心去玩。篮板球的最后是回到周一翔手上，那胡龙茂上场了 ，Kevin 交给篮底下，哦，结果这个球进算加罚。看一下这个球，哇，这个球给的非常的隐蔽啊，而且吸引到两到三名防守者球员以后，利用他自己的左手，当然左手是他的惯用手，这球给的非常的好。哇，接下来你亚运可能就会没有规划局。是，而且 Quincy Davis 如果年纪越来越大，大家当然可以看得出来他。就发的输啊！这球也被给断。Pass， 不过你可以看到，到底从画面，他给的位置是有点后面，有点溜球，但没想到接的人呢，送。陈彦均打的时间其实也不算太多，但是犯规倒是累积的蛮多的。哇！而且刚刚黄宗翰是一个背后给球，是漂亮的一个两人连线。但是可以看到玉瑞偷击的情况之下打了一个回马枪啊！哦，这个球中的现在比数方面呢是38-30，我应该是五分呢。奇袭式的超解让他在三分线上面找到可以出手的机会，而且非常有信心呢，接着去做到垫步。是。